密码你自己知道。别，干嘛呀？骂人是不是？撕我脸是不是？你这拿走，你这时候你给我这个，你感觉我人品有问题是不是？你做人太虚了，你这人品跟你肾一样，他那么虚的怎么？这时候能拿吗？我趁火打劫吗？感觉。不是你这事做的少吗？这不你特长吗？我正常人吗？不差这一次是吧？拿去。 有时候我觉得你特别像我的 father，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叫过呢？怕叫完你受不起。还真对。哎呀，别乱花钱啊！ 钱是我昨天刚从银行取出来的，还没花。你先拿着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拿着，算我借给你的。等你有了再还给我，行吗？谢谢。你一定得坚强的，好好活。 不想看着你受委屈，不委屈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挺坚强的，想哭就哭出来，想喊就大声喊出来。 死人了，还喊什么呀？哭吧，我不嫌你丢人。微博上说，流出来的眼泪就是脑子里进的水。我脑子进水了，才嫁给他。 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有我呢。我不会不管你的。珊姐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走的是这段日子。可可，不但天天来公司忙前忙后的，并且还去当野模。 珊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我是实话实说。行了，你这丫头片子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我才出差几天呀，你就到处乱跑，你不要命了你？珊姐，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吗？你说将来那点工资根本就靠不住，我们怎么生活呀？ 要不是微微告诉我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父母知道了吗？行啊，你够爱面子的，跟你父母还绷着呀。要我说啊，你跟那将来就是一路货色。姐，珊姐，你就别骂我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 你看，将来现在在外面根本就不务正业，吊儿郎当的，根本就不管家里的事儿。我说，我如果要再不出去工作，你们一家人怎么活呀？姐，可可也挺可怜的。可可，你想回来上班，随时都可以，工资我照发。但是前提是，你只能工作半天，而且不许超时。 尤其是，你不能再去任何地方兼职，听到了吗？谢谢，珊姐真好。来，拿着。不行，珊姐，这个太多了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可可，你就拿着吧。
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再还给善姐啊。小丫头，照顾好你自己，你带好孩子，千万别让孩子亏着，听到了吗？想吃点什么，我带你去吃。走，咱们去学校餐厅吃烤肉，怎么样？你不是最爱吃烤肉的吗？哎呦，叔叔，哎，你说你这小孩怎么那么有油呢？可不是嘛，那会儿要不是因为我，哪还有他呀？你听见没有啊？首先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，喜欢。表哥，我们回来了，耶！哎呦，山姨来了，怎么不给我们打一电话呀？是啊，一进门就闻着山姨的香水。你们现在真是幸福，您说您这儿子有了，儿媳妇有了，就差一大胖孙子了。可不就是吗？嗨，家就是什么，就是老老小小在一起能高兴，哎，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人多了好，人多了热闹，人丁兴旺，总比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要强。哎，就是哎，你说你离开老袁有一阵子了吧？啊，抓紧呐！见着合适的，稳准狠生一个。大姐，这医生说了，我生不了了。你是老看那一个大夫啊？明儿我带你去看我那中医去吧。我说吃点中药调调，人也就说不定就，呱就生出来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哎，不说这事，不说这事。嗨，其实不生，一个人也清静，也清静。您说您把袁远带这么大，不容易吧？嗨，这要想起真是，要是当年那真是不容易。我跟老袁创业，我们那你应该知道啊，那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呀？卖茶叶蛋呢，糊那玉米饼子，你不知道我没跟你说过吗？他还真没跟我说过。哎呦，我们那会儿卖那茶叶蛋去，那开始卖还没人管，你知道吗？到后来又有人管了，人家冬天无冬立夏的，冬天多冷啊！好家伙，那桥底下一喊“警察来了”，我这跑，推着三轮车，哇，使劲跑，哎呦，鸡蛋都掉地上了，哎呦，别管了，跑！哎呦，这袁爷爷小，还得哭，还得背着他，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？但是那会儿做生意，那会儿那苦是苦，也是乐在其中。那会儿来点钱，那真容易啊！嗯，到后来就稍微差点事儿了。后来也做的也多了，也都规范了。最早的时候就是，其实就是投机倒把。哟，你们还投机倒把呢？嗨，我那会儿还跟他说呢，我说那个你做生意可得那个遵纪守法啊。他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他说你给我记账。我还是记账吧，记傻了吧唧的，说交了吗？啊，交了，记着。到年底你才能跟我说什么？
睡什么？没交几分钱。没交几分钱啊！我这，我说你这个这胆子太大了。他够有本事的。哎呀，那都是创业那最早的时候，公司最早的时候他在外头那会儿。哎，大姐，我觉得吧，那咱们就写一个这个袁氏企业创业发家史，怎么样？行行。啊，您看看这，我这料都放好了，您看对不对？哪能放这么多辣椒啊？不是，我是您的亲传弟子，但是得有创新呢，不是吗？林珊姨吃辣椒吗？你不问问人家？珊姨爱吃辣椒的。你做的我都爱吃。你看珊姨说的。那行，那我就开始蒸了啊。好，行，等着吧，马上就来啊。呛呛呛！闭嘴。妈，珊姨吃水果啊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吃你吃，先吃，你吃你吃你吃。大姐，那你说以前这些东西，什么账本啊，什么这些照片啊、资料什么的，你还有没有？有，有我就拿回去，我就给他整理一下。就那小本儿，他记账那小本儿。哎呦，那片儿都翻的都黄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全留着，我专门有一小箱子，我走到哪儿跟到我哪儿。太好了。还有那会儿那会儿写那个袁野那他爸爸追我那会儿那写那情书。哎，有时候我一爱看一看，我说人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哎呀，怎么我不敢想象，要是想起来我就起那个鸡皮疙瘩，特肉麻吧？也不是吧，那会儿的都是抄歌词什么的，那写的特煽情。哎大姐，你再吃一个吧，不吃，哎，吃一个吧，吃不着，坚决不吃。哎，那你吃个大的啊，哎，大的兴许能吃着。老袁，你看今晚的月亮好圆啊，是不是快到中秋了？是啊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。啊，怎么想家了？想家了，那咱们就抽空回家看看，啊。西西啊，我这心里面一直有个心结啊。别说，让我猜猜，珊姐，对吗？你这小机灵鬼，啊，什么都瞒不住你。哎呀，是啊，这婚礼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啊。我们跟林珊总不能老这样不见面吧？她毕竟是你的恩人，啊，我跟她也有一段不成功的婚姻，这时间越长。积怨就越深，心结呢就越死。我想找个时间啊，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聊聊，啊，把这个事儿说开了，总不能这一辈子老跟仇人似的吧？好，都听你的，你觉得好就好。夫唱妇随嘛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江畔何年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怎么，还失意正浓吗？嗯，啊，哎，要不然你陪我再赏会儿月，一会儿呢我就写出了一篇诗。就是关于这个解开心结的，怎么？哎呦，好，我的西西大诗人，我比猫伺候。好，那我们就赏花、赏月、赏秋香。好。哟，这排场不小啊，怎么是鸿门宴吗？这外面是不是还埋伏着刀斧手啊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啊。
请坐。袁总，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咱们平时啊是在公司里见面啊，这就不能出来吃个便饭聊聊天啊？吃便饭呢是没问题，问题是这便饭到底是为什么吃？总得有个主题吧。人家俗话说得好，这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。你要是不告诉我为什么，这便饭我可吃不下去。哎呀，你这嘴啊还是那么厉害，哈哈，不饶人。最近啊我琢磨过，我觉得好像我们心里头那个扣还是没解开啊，我们老是这么僵下去，弄得大家都不愉快，这好像不大好啊。那您是要跟我说公事呢还是私事？说公事也行，说私事也可以啊，只要大家伙儿开诚布公的啊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聊透了啊，咱们都向前看，这样也便于我们之前的工作吧。是这样，这公事嘛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尽心尽力了，我想您跟吴昕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。至于这私事嘛，袁董，咱们之间的私事可能太多了，这说个几天几夜恐怕也说不完吧。嗯，让我想想，这是从我搅了你们的婚礼开始说呢，还是从吴昕的爸妈来看他发现你们的事儿开始说呢？其实说这些话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。要不说这时间啊真的是最好的良药，这不管当时有多痛多气多难过，只要时间久了一切都会变淡的。要说我心里头还有没有疙瘩，有，不过就那么一点点。我想给我一点时间，应该很快吧，这小疙瘩也就会消失了。李珊啊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啊。说句心里话，其实我挺欣赏你的个性，尤其欣赏你的工作能力。你在我眼里头啊不只是女强人啊，更是女中豪杰。你一向是这样欣赏我的工作能力，讨厌我的坏脾气的，应该说是又爱又恨吧。啊，不过现在已经谈不上爱了。袁墨，公司现在的业务越做越大，这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亲力亲为，咱们公司里你就是一支笔，这所有事情都要靠你，你可千万别太累了，你要是累坏了这公司该怎么运作呀？好，谢谢你的关心啊。老袁，咱们俩这样坐着让我想起了从前在一起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坐着一起谈工作，一起畅想未来，你说那个时候多美好啊！我们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，你都还记得吗？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啊！我那个时候啊，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。我经常想再回到过去。没事啊，
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袁墨，那个时候是我不懂事儿，惹你生气了，你记恨我吗？那个时候我都是在跟你置气，可是离完婚以后，我才发现我根本就过不去，我忘不了，也放不下。我经常会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觉得我特别冲动，特别傻，我怎么就把我的幸福给放了呢？你别笑我。林珊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心里话，啊，算了，不说以前的事了，啊。不是，可是我忘不了，我想忘来着，可是真的抹不去。我一到晚上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床的左边，以前你就会躺在我身边，你会把我搂在怀里。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要不我想到这些事情，我真的就很难过。真的都是我的错。好了，林珊，不说了，啊，不说了。我真的很想说。我压在心里面，我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个女强人，我事业很成功，我什么都很好。可是，所有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没有人理解我，我不知道要跟谁说。袁墨，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你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，你就没有一点点的留恋吗？林珊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也很怀念我们当时的日子，可一切都结束了，啊。是的，没有结束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，一切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。完了，袁墨，真的舍得不要我吗？林珊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都结束了。没有结束。我们那些美好日子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就没有一点点的留恋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会改的。你不喜欢我的地方我真的都会改的。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了。林珊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啊！老袁，哟，菜我都已经点好了喽。好，珊姐，我点了好多你爱吃的呢。珊姐，你怎么了？我，烟头，我就说有鸿门宴吧，你看这果然有埋伏啊。嗯，聊什么呢？
聊得这么开心啊？啊，袁董，以后工作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公司谈，这私事在这些地方谈不太合适。不过还是谢谢袁董和袁董夫人的盛情款待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哎，别呀，珊姐，你先别急着走啊，我点了好多你爱吃的菜呢。啊，留下来一块吃嘛。我爱吃的菜。啊。谢谢你啊，让你费心了。袁董夫人，您还是跟袁董好好享受你们的二人世界吧。我真的有事，先告辞了。珊姐，珊姐。老袁呀，刚才你们都聊什么了呢？为什么我一进来你就不聊了呢？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小机灵鬼，这不都是你让我聊的呀？我是让你跟他聊了，可也没让你们聊成这样吧？你看珊姐，这哭的跟个泪人似的。哎呀，她哭的那一样啊，我们就是聊点工作上的事儿嘛。这哦，工作上的事。珊姐都给聊哭了，哎，那我看你们聊的这么兴致勃勃的，你是不是都不饿，都聊饱了？那就不用吃晚饭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呢？你啊，我早就饿了啊！来来来，赶紧吃饭吧。老袁，你还用吃饭吗？我怎么不用吃饭？下回要再聊的这么尽兴的话，我觉得我都多余来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，来来来来，让他上菜吧，我的肚子啊都叫了。请问您找谁？我们找袁木。刘华，哎，跟我来。你们也搞生产，也搞销售，你们两个部门现在要密切配合啊！现在是销售旺季，我们压力很大呀。刘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年好像是老爷子70大寿吧？对呀，董事长有心了。老爷身体怎么样？身体不错，挺好的。好，身体好就是福啊！啊，是。整个老爷子，今年他70大寿啊，我给他办啊！哎呦，那太感谢董事长了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嗯，袁董好。啊。现在老爸没事还经常提起您，是吧？特别想公司的员工。老爷子可是公司的元老啊！啊，想当年，袁董他们找您，什么事情？我们是监联处的，你就是袁木，我就是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经济违法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经济违法？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带人啊！我们要找律师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带走。是。哎，哎呦。哎呦，这么多警察朋友，你看你们出去吃饭是不是？我一想就吃饭。叔，吃饭这好事你也不想着我，你太不疼我了啊！这么多朋友，威风吗？威风，多威风啊！啊，我跟他们去一趟，这段时间公司就交给你们。将来啊，哎，我走这段时间，如果公司里出现什么问题，你调皮捣蛋的话，我第一个开的就是你。啊？说什么呢，叔？咱们走吧。叔，你干不？问你们干嘛？怎么抓人呢？你们董事长，叔，哎，不是叔，哎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，不是，我们不是，这怎么？不是，叔，这不是刘总，刘总，怎么回事？这把我叔给带走，怎么回事啊？上来，赶快给袁爷打电话，通知董事会，赶快开董事会，开。怎么？哎，江兰，袁爷，出大事了，你赶紧到公司来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慢点说。袁叔被警察给带走了，我亲眼看见的大事儿啊！在哪儿？在公司，我在公司呢，你快点啊！行，我马上过来。董事长啊，这是有应急案，啊，他一旦执行不了自己的工作，
说他的代理人出面来主持工作。代理人？对，谁是代理人？他指定的代理人就是袁野。不是袁野，袁野不行吧？袁野这公司没来干过，而且多年轻了，跟我。哎呀，他就是小孩，随便这么一说，童言无忌。哎，周副总，您说袁董是童言无忌啊？我说你。啊别说话了，林总。现在董事们人心惶惶，您还得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啊。林总，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，你就别忍着了。我和吴总啊，还有急事要去趟袁野家。哎，去那儿干嘛去？别说，林总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行，你别心了。哎，干嘛？机灵点，别瞎说。我说什么？我马上就回来啊！在这帮我盯着。放心，我盯着你。都机灵点，机灵点。快洗去，大姨，我能锁补吗？你有拒绝的权利啊！嘿，谢谢大姨，嘿，大姨对我最好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给你发的工资拿来。啊，不带这样的，大姨，我还没误惹过人，我不给。你说你这孩子不烦人吗？你在家肯定你妈你爸都头疼死了，把你推到我这儿来了。没有，他俩可喜欢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洗啊，你把钱还给我，然后你夹着铺盖卷，你赶紧走。啊不，那我和大姨最好了，大姨最喜欢我了哈。最喜欢你，你不洗谁洗？我洗去。肯定不能让大姨洗。好，这个丝儿我干了，我肯定洗。再臭我也忍了。但是大姨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必须得问你，你锁这个球球怎么这么麻烦啊？一会儿一破死，一会儿一破尿，这一天能拉个三四十破的，你说他吃坏多了吗？什么叫一泡屎一泡尿的把你们给拉扯大呀？这也太不容易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这球球怎么拉屎这么奇怪？一直都往裤裆拉，他怎么往身上拉？他怎么钉带钩啊？还甩？我的个天哪，太臭了！哎，对了，大爷，你说啊，我一直渴望得爱情这个病，可是现在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放在我面前，就是你说这个，我听说啊，有了孩了，就等于是爱情进了坟墓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啊。这个人他两个人在一起，他有了爱情了哈，他才能组织一个家庭哈。对，这个你看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你那大表姨夫，我们俩就都得了这个爱情的病了。对，哎，这最好的情况就是俩人一块儿得啊，哎，这样的话他俩人在一起，后来我们就有了你大表哥。大表哥，那爱情的结晶。哎，大表哥拉屎这么臭吗？谁拉屎巴黎香水味啊？哎呀，反正他这个是够臭的。这个坟墓这个事儿，别人这么说，他有的呢得着爱情病，有人得的时间长，你说十年了、二十年了，甚至一辈子，他都好不了。有些人他就得了这病，他有他就自己不治自愈就好了。哦，没得这个爱情病的，希望得这个病；得了这个病的，又希望自己好。哎，不一样，真矛盾啊！哎，那前代表姨夫跟你在一块得了病，后来好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。他和你好了之后，还怎么又和别人得了好几次病呢？哎，来人了，是不是？你去开门哈。来了。啊，不认识啊，大姨。你好，尹大姐在吗？啊，在，请进。哎，大姐。哎呦，小刘啊！哎，吴总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哎呦，叔叔喝水吧，我晾的热的，啊，晾的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大姐，坐下说，有什么？不坐了，出大事了。怎么着？袁总被公安局的人抓起来了。谁？袁总被公安局的人给带走了，就刚刚的事儿。哟，别哟了，大姨，快给表哥打电话吧。看什么看？
赶紧工作的，赶紧工作的，看什么看一个？什么情况？这事儿出大问题了！跟你讲，人多耳杂，现在公司出个大问题，现在袁叔啊被人带走了，可能在短时间内回不来，群龙无首啊！董事会正在开着，各位理事之间呢，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已经针锋相对了，战争属于焦灼状态呀。都争上了，刚才我差点说错话呀。刘总，小刘总真好，真是子弟兵啊，一句话给我制止了，帮给我推那儿了。我当时我就想着可能要坏赛，还好还没出事儿。刘总第一时间去你家找你去了。哎，他找你，你跑这来干嘛？家了。是啊，我告诉你讲，关键是主导权，你得出马呀，主导权。怎么？喂，妈。那什么，袁爷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得赶快回来呀。十万火急，那啊，你公司那小刘还有吴总他们都在这儿呢。你爸爸让公安局给带走了。您别急，慢慢说。是啊，你得回来，人家不跟我说那么多，怕我受不了，我晕过去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不是怎么了？回去。啊，那不是那吴邪和夏楠呢？我通知他们说，主导权呢，一定要主导权。哎呦，快放下，快放下！你怎么可能干这个呢？一会儿清姐就做了，你快上楼休息去吧。啊，没事儿，清姐，你看我闲着都闲出病来了，你就让我干点活呗。啊，干，我弄脏衣服啊。嗯。哎，是你电话吧？啊，我帮你拿去。哎，袁爷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小曼，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啊，怎么了？可是我听消息说他出事儿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那小曼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着，哪儿都别去，先这样啊。喂，袁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说老人出事儿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快打电话呀！哎，打电话。放心啊，再打再打。你放心啊。放心，怎么办，陈姐？哎，对了，给刘芳打电话。哎，你们。刘芳，刘芳。哎，刘芳，我是吴曦啊，我想问问你，老袁怎么了？啊，吴曦啊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袁东出了点事儿，被警察带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他的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如果有人问你什么，你就说不知道，其他的千万别乱说，就这样。哎，刘芳，刘芳，怎么样了？老袁出事了。不是被抓进去了啊？被抓了？怎么会被抓了？哎呀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咱们回房，先回房。他怎么会被抓进去了？你再想办法再。啊？情况呢？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哦。老天！大姨，你看囚车衣裳我洗干净，看还有没有死，你检查检查。花儿不成啊，一摊大事儿，快！哦，摊事儿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这事儿吧，他是子承父业啊，对，就瞅瞅，这个道理我是懂的，子承父业，父债子还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这个胸脯我是敢拍的。袁爷。他肯定回去。这个主要还得看袁野的意思，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。这个爷爷，这胸脯我也敢拍啊，对吧？这谁能不去啊？那个这么大个馅饼吧唧砸谁脑袋上，谁不去啊？不是谁能砸到的，是吧？这个换谁都得是
I do， 都得是这样的，对吧？莫名其妙就几个亿集团的总经理呀、啊！会算账吗？多少？会算账吗？几个亿？你真是的，袁野要一出马，我跟你说，十几个亿杀不出车。十几个亿都算表个的，大姨的。而且，依你，咱就说，这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，是吧？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？我觉得直接输在胎里了。你看人家，这爹给人留下一个什么？留一个十几亿的大公司。我爹呢，给我留下一个姓儿，知道那姓儿。不是姜，姓姜，比喻，这就没法比，那气死个人，你说是不是？而且我呢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给我们家看过风水，你们公司你们当然了，以后袁野要去，我还得去看这风水，就我们家这财运还有这方位，都在他这儿。在表哥身上。你哎爷，你看着咱少东这张脸啊，你看看长得。哎呦，大姨会看行啊！哎，姨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老不给我看，你给我瞅瞅，你快点给我看，你给我看看，你不好吗？我怎么了？人家都在说什么呢？